都希望咧，即系希望可以快啲实践呢个梦想啦。咁希望即系对屋企人一个交代，因为始终都入咗行咁多年，咁佢哋都即系容许咗我做啦，而家都咁，但系好似咧硬系咁有一个可能都唔系好特别认同啦。咁就希望可以做翻一啲嘢去令到佢。覺得啊，呢咁多年嚟其實真係值得嘅，係真係做咗一個好令到佢都會同意嘅一樣嘢，即係可能係咯，透過做戲喺自己做得更好，或者啲故事更好，令到即係佢會認同。十八年前未準備好，十八年拍完十八年後係。我覺得開始真的很 ready 去接受一些新的理解。為什麼那個轉變感？因為因為最主要是很開心有兩個很好的拍檔，這兩個拍檔其實我是拍了很多次，兩個都拍了很多次，令到你覺得他們給了很大的信心給我。在戲劇方面，即他們會跟我談啦，談甚至乎阿 Sean那場戲不關他事的，他要走進來看，看完他會給一個 feedback 給我，那在那裡他給了很大的信心給我，因為可能阿 Sean 和山聰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很大哥哥，兩個經驗很豐富的拍檔，那當他們可能給了一些好的 comment 和 feedback 給我，令到我更加有這個夠勇敢去嘗試一些新東西，那還有更加想令到我嘗試一些新東西，因為他們我覺得他們很厲害，我自己都希望有他們這樣。主要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文我覺得自己進步了、所以因為 中文進步多了，那你消化劇本就會容易了，那其實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 block 來的之前，那因為表達不到自己。